咱台湾庙会一大的庆祝，南昆新大天父李富千岁甲黄富千岁圣诞日，是农历4月26号甲27号，由着南昆新大天父分灵的庙宇，伫圣诞前，拢会纷纷组团登来到祖庙南昆新大天父的阿祖甲进香过炉。在5月25号甲26号，适逢李富黄富千岁圣诞日前的周休假日，南昆新大天父的庙埕内是特别的热闹。庙方表示，圣诞日祭典前的半个月，每天嘛拢有上万的信徒来到南昆新大天父，使着整个庙区是热闹滚滚。新旧同居观众秀甲众爷以及各种的随风团一一来参拜，现场是吸引了济济民众观赏这一年一度的热闹的盛事。来到庙内大厅，闹热的信徒嘛无输外边的庙埕，看到志工无闲伫接待，每人分工合作，将进来阿祖进香的神尊安置好势，进入位过门城，对进段跨就到新段，嘛来到南昆新大天父做志工为进香团来服务。南昆新闻甘新富帮忙采访报道。